兴这两天来到日月潭，来到这边。我经过今天这次体验的活动，就是第一次使用到这条胎，我觉得 New High Road 让我的使用心得是，个人觉得它在滚动阻力跟抓地力的表现取得相当好的平衡。这次的 New High Road 比上一代的261克还要再轻量化许多，充分的展现它的全方位的性能。跟以往的胎比起来，我觉得这条胎算不错，它的下坡抓地力很棒，加速也不会拖泥带水，它的轻量化加速了它起步的轻快感，尤其是它的低滚阻让我最值得惊艳。那尤其是在下坡时的过弯，让我增加非常多的信心，非常的棒，非常值得推荐。New High Road。